细心教导下，台中慈济护理之家的长者们亲手做月饼，感觉新鲜又有趣。我惊我唔捌做，阿姑姑我捌做。赶快嘛！啊嘛是安尼，创医院啊，阿家做包路包包人都好唔错，这样家内晓得尽量做。感觉真趣味吧？有哦有哦有哦。两位阿嬷今年都是90岁，不过都是第一次做月饼，在护理之家同仁协助下，一个个香喷喷的广式月饼出炉了。哇，好香哦！长者们平常自己做的月饼之外，也与辛苦的护理站人员分享。做的月饼回馈给所有护理同仁哦。台中慈济护理之家同仁带领长者们制作月饼，除了大家分享，也开放同仁购买，所得用来帮助国际赈灾。我们尽一点点的心意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嘛。我们也把能够卖出去的月饼来捐给这些灾民们。中秋节前夕，长者们开心做月饼，活络脑力与双手，还间接付出了爱心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蔡玉凯台中报道。也希望用这份爱拥抱国际。南投文化局这场生命的乐章音乐会，也看到了台湾最丰沛的爱心。